咱台湾和平岛啊，啊，以前高山顶哦，高山的这些地方，实在是有名哦，有名，而且到今天呢，啊，都啊，来咱山区的，啊，来这边工作，啊，人家大家都来开心快乐的，用咱台湾和平岛啊，啊，以前的这些都交集在咱们的。啊，你不要有偏见，啊，听我。